今天是5月30号，农历日子来到4月24，冲煞属马51岁的观众朋友，冲煞的方位是南方。今天吉时在子时跟丑时，适合入宅，但不适合开市。以上农民历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世界知名翼装飞行运动员克里斯，在中国大陆从6000英尺高空上的直升机一跃而下，以每个小时将近200公里的高速。